どうした？なんか頭痛い。あ、と思ったけど。大丈夫？平気。治った。那个感觉就很有事啊，有大问题耶。还有刚刚那一段能不能骑入行鸟啊？城市里能不能骑入行鸟？揺れてなきゃ平気か？ああ、地震で痛む。理由がわからないな。地震？刚刚是真的地震吗？啊，兄さん。エリス。妹妹出现了。みんな生きてる。足あるね。あるある。元気そうだね。おかげさまで。ね、泊まるならここでしょ？ああ、そうだ。時間取れ。哎呦，有妹妹真好哎！有妹妹真好。よく無事だったな、ジャレット、タルゴットも。ノクティス様、イリスは俺が守ってます。申し訳ありません。孫のしつけがなっておりません。这个是老管家吗？いいよ。ありがたいお言葉でございます。では、そろそろ失礼を。ノクティス様、おやすみなさい。走了。妹妹耶。オート、どんな感じだった？え？お城とその近くがすごくやられちゃって大丈夫だったとこも多いと思うんだけど目的はやはり限定的だったのかね、なんかあったらどんどん言ってねああ我们要说什么なんだあのね、ルナフレーナ様この町にいらしてたって噂があってでもすぐに町を出たって無事でよかったじゃん。所以他到底在哪里？わかった。ありがとう。じゃあゆっくり休んでね。ダインダイン。我们住在这住一晚。1.5 倍经验，早上我们应该要多打一点，对不对？免费住的、欸，哎，免费住，追加滤镜效果，越照越出色了。你这次又照了什么好照片？哎呦，好像不错哦。这张我保存过了。这一张保存，全部只保存这一张，其他的都没有看上眼的，有没有？保存再看一眼，一毛刀，太好了。历程，隔天早上了。ねえ、ボスケ。あいつらは。みんなタルコットと散歩行っちゃったよ。街見てくるって。あね、私たちも行こう。所以我们两个人要去散步了。接受邀约。あ、わかった。よし、案内するね。获得2200经验。では、お気をつけて。我们跟着他去散步哦，跟着美女一起去散步，这么爽哦！一番最初は市場かな、ついてきて。日子过得这么爽哦，两人一起去散步，你跑这么快干嘛？ここ夜になるとすっごく素敵なんだよ。嗯。
我们要跟着他的脚步慢慢的走。哇哦，市场是不是在这？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下，你跑太快了，这里有东西可以捡哎，这里有东西可以捡，不要浪费。ここパーテライチバって言って、何でも売ってんの。楽しくなんない？いろんなの買いたくなっちゃう。哦，配合搭枪。哦，好好，很棒。哎呦，获得250经验，原来经验是这样赚的啊，那个是把妹经验吗？哎，我已经有婚约的人呢。王子真好哎。前往工厂。哎，王子真好哎，是王子真好，我也想当王子。现在要去哪里？不走这吗？不走吗？我跟着你走啊！你往哪走我就走哪，你不走我不走。还是你在等我？好好好好好，走走走走走，你在等我。噔噔噔噔。哇哦，好开心哦！朋友妹不可惜啊，朋友的妹妹不是拿来把的，是干嘛的啦？哦，你们真是不懂，又不是朋友妻。来啦，这里啊！而且我已经有婚约了，我是有老有未婚妻的人呢、欸。这里啊、哦！すごいんだよ。哎呦，这个！働いてる人みんな女の人。ここでは女性がどんな仕事でもする。发电厂工作都女的、哦。推荐他工作哦。你也去工作。興味ありまくりだな。ちょっとやってみたいって思ってんだろ。わかる？かっこいいじゃん。でもやっぱりオートと違うね。びっくり。哎，又获得250经验了，要去公园散步了，走啊，四处逛逛。这里可以过去吗？我们竟然还有主线剧情里面还有约会行程呢、欸。是走这吧？为什么主线进群里面会有约会行程呢、啊？令人不解，令人不解。城市也蛮大的哎、欸，王都到底有多大、啊？我们要到了，要到了。那我们等一下来喝看看，可以跟你买吗？哎、欸，交谈一下。他给我一串肉串呢、欸，我吃完了、欸。不用钱吗？哎，不用钱哦，就吃，请我吃一根，真爽哎！现在不止人证真好了，人帅也不错。我这样直接跳下来，他嘞？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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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他走好远哦，那我再跳。
欸，人呢？他跑过来了，他跑过来了，我在这等你啊，我先捡个东西等你，捡个东西等你。你看起来很爽欸，含糊带过啊，含糊带过。だとしたら俺が兄貴に殴られる。変なこと言えない。それにノクトにはルナフレイナ様がいるしね。就是约会啊，哪里不是哦？もうみんな戻ってるかな？获得二 AP。ホテルに帰ろっか。返回旅馆。会因为你的选择不同，有可能是经验，有可能是 AP， 是不是？哦，好啊，走啊。城市蛮大的。妹子表示对，妹妹表示对不起，我喜欢你，抱歉，我已经有未婚妻了，就是这种感觉。可能从小时候就爱上我了，有没有？当王子真爽。みんないるかな？こんなの子供の時以来だね。ありがとう、楽しかった。我们有玩什么吗？表示同意。俺もありがとうな。楽しかった。获得五百经验。まで買ってたの、ノクトのだから。でもまだ内緒。楽しみにしてて。任务结束，两人一起去散步。じゃあ、タルコと街で聞いたって話。我们就约会啦。俺、そんな口よ。あ、大丈夫。俺一般市民ですんで。ノクティ様。伝説の剣がこの近くの滝の中にあるんだそうです。場所の分かっていない墓所の人。哎呦，传说之剑在这附近呢。英語。どうもな、タルコット。いいえ。又要多一把传说之剑了。我们应该要去附近的那个商店问一下，对不对？哎哎，妹妹还在这。危険な場所じゃない？四人で平気なの？你担心我们，不用紧张啦。気をつけてね。洞窟にもいるんでしょ。有你哥在啊。何かあったら兄さんを盾にしてね。没错，我一向如此。死骸には気をつけてね。好了好了，不用再讲了。洞窟にもいるんでしょ。先去接任务。这个城市真的蛮大的。哎咻哎咻，走走走。我那里是商店街，是不是？商店街哦，市集啊。任务，任务，任务！这里有一个小孩。哦，お兄さんハンターですか？是的。そんな感じか。うちの店。実は商品の仕入れに新しい経路。小朋友、店長的孫子。地域のハンターと交渉中なんだけど、連絡が来なくなっちゃったんですよ。契約破棄かな。もし近くに寄ったら、ハンターに意思を確認してもらえませんか？会不会死掉了？契約破棄かな。もし近くに寄ったら、ハンターに意思を確認してもらえませんか？好，我帮你确认一下。这里好像也有哎、欸，哦，好多好，你们好多问题哦，好多问题哦。等一下，不是这个，我是要接任务，我不是要买东西的。那你家 hunter 的喽？车马的移动も多いよな。まあそこそこ。じゃあちょっと頼みがあるんだが。很急吗？很急的，我没有办法喽。我做事一向慢吞吞。遭受袭击的货车，运送当中货物。好了，有遇到再说了，反正都没有时间压力，就慢慢来啊。
没时间压力的都慢慢来。这里还有一个任务。噔噔噔。少年だったな。まあ生意気なガキだ。イグニスってあの兄さん、今何かハンター仕事は受け負ってるかい？あ、なんだ。ちょっとうちの農場まで行って食材を調達してきてもらえないかな。メルダシオに依頼しようと思ってたんだが、兄さんが暇なら頼んじゃおうかとさ。有空再说。有空再说。好啦好啦好啦，法欧克，还好不是叫法克。这里差不多了吧？再看一下，这里真的好夸张哦。哎，前面还有一个，哎，后面还有一个。这里没有餐厅吗？这么大的城市没有餐厅？真的还假的？反正没有油就花100块把它拖回去嘛，这么简单的事情。广告小贴纸。噔噔噔！结果我们现在就要去瀑布喽，又头痛。对啊，伤脑筋呢，有3公里远呢，那个瀑布有3公里远呢，我以为随随便便就会到了。看一下。任务到底在哪里啊？我们根本就不会到王都吧？我觉得，我们根本就不会到王都吧？这附近还有东西吗？前面有问题。哎，走这里。噔噔噔噔，这里可以绕。这里好。哎，这是商店呢。怎么了？怎么了？物资の調達を手伝ってくれないか。教会を通すほどひとまず欲しいものは伝えとくんでな。時間があったらでいい。調達を頼む。おー、打倒装甲兽。カーテスの大皿って本当に燃えているんだな。装甲兽。这里有没有加油站呢？都是一些没有用的巷子。这里有穿，这是。哦，怎么忽然变这么多人出来了？发生什么事情？这发生什么事了？吓到我了！好像也没有什么其他东西，对不对？这个城市里面没有吃饭的地方吗？这个城市没有吃饭，没有人在吃饭。我们走下去看看。嘿，我们来了，下来了。你怎么了？哎，肥宅！君はオートの方から来たハンターさん？哎，是啊。ああ、やっぱりあっちは大変だったね。お金とか困ってない？僕
人手に困っててさ、できればお仕事頼みたいなーなんて。有饭店呐，有可以住宿了。仕事の中身は。そうだね。写真撮ってきてもらおうかな。カーテスの大皿。南北から一枚ずつ。まあ、いいけど。え、本当？助かるよ。それじゃあ、仕事に使うカメラなんだけど。肥宅你好。え、持ってる。あ、そうなんだ。良いいいね。じゃあ、僕はここで待ってるから、写真頼んだよ。还要我在南北各拍一张照片哦。从北边拍摄，我到底接了多少任务哦？先保存这样。是的。对啊，我到底接了多少任务哦？满满的任务了，好多哦，怎么会多成这样？是不是应该要完成一下？而且，哎，对吼，我已经拿到蜜蜡了，我竟然没有带回去给他。我已经拿到蜜蜡了，都忘记交付了。这一套装备应该是那个，这里面最流行的造型，有没有？没有，这里面最流行的造型，伊格尼斯。为什么暗圈圈可以观察伊格尼斯？何か裏がありそうな様子だったな。まあ大丈夫だろう。哦，那个应该是海报吧？我下去看看。伊格尼斯，你在干嘛？选用，買ってみるか，买看看吧。我特别跳下来看这个。好了，开车走了。往返住宿处，你看住宿处就在这里。否，我不要这个。回到车上也不要。叫车还可以叫车哎。我们应该选一个任务，对不对？看有没有在这附近的，都没有哎，都好远哦。看这个，开这么远的车，6分钟后，紧急食材4分钟，3分钟。这样要开3分钟哎，我这要开5分钟哎，啊，软弱无力的陆行鸟，都开好久哦。好啦，开6分钟的先去好不好？等你10块钱，等我到，不用脱掉。脱掉100块，直接快速移动10块，还不会耗油。耗油，来了，回家了，回我们的据点，读好久。唯一的不好就是读很久。而且下一个任务的那个等级要好多哦，要19级耶。还要再那个再练一下，又要解支线了。不断的解支线。然后推主线，解支线，推主线，感觉真的很像线上游戏啊！
我们回来了啦！光的，加油啊！有光。哎，习德，你帮我加油，不用我们自己加。好爽哦！还帮你擦车。我以后都要回来这里加油。油料加满，这里加油超爽。习德尼帮你加油，我们来咯，我们到点咯，将这个蜡得习德尼。你要空力蜡吗？哎，他到底要怎么得啊？空力蜡啊，不是要得习德尼？他没有交付的动作哎、欸。这个任务还不好处理耶、欸！哎、欸，习德尼，空力拉怎么逮你？怎么办？我遇到人生中难以突破的障碍了。啊，好啦，算了啦，我去睡觉啦，晚上再说啦。真是的，看一下有没有他有没有照四像的话，就把刚刚那个画面照下来，有没有四像的话？结果才一点点而已，这张拍的不好啊，这张拍的还不错啊，这张好痞哦，这张保留，这张也保留啊，我按太快了，啾，按太快了，赶快去交付任务。哦，习德尼站在那了。是要逮谁啊？逮你吗？新しいの持ってきたな。こいつに必要な部品はと、この辺だ。机械刃，哎呦，是的。要先卸除，不能装备。是。哇，改造就有500经验呢。要多多改造啊！改造か、いいぜ。要收集什么？いいぜ。おい、帝国製かよ。玻璃珠宝。でも拾ってきやがるな。よし、早いとこ部品を持ってこい。还可以改造这个仙人掌针，越来越需要越来越多东西了。缩图有啊，帝国製かよ。何でも拾ってきやがるな。よし、早いとこ部品を持ってこい。天上珠宝。很闲吗？去找习德尼。终于可以讲话了，晚上不能讲，白天才可以讲。
终于有了，不晓得从哪里拿出来的。これを使うとね、車体の空気抵抗が減って燃費が良くなるんだよ。这么神哦，那车子会不会飞起来？そのまま信じないで。そういう噂までされてたものってこと。只是谣言而已。質がいいんだよ。劣化も少なくてさ。さすがはオート製だなってね。讲得很神呢。30年前の障壁で出荷が制限されたから幻の品になっちゃったんだって。ジージも全然オートに行かなかったし、私も数えるくらいしか見た。梦幻一品ね。まあ、まずは塗ってみない。燃費の効果もあるかもしれないよ。搞不好车子就飞起来了，擦一下啊，擦一下啊，擦在身上有没有用？可不可以跑更快？擦在身上可以跑更快吗？结束了任务。他还有哎、欸，勉强了。お使いか。何かあれば手伝うけど。本当？まあいろいろあるけど、でもそんなに気使わなくていいよ。いやレガリアで世話になってるし。うん。じゃあ。要找矿石、欸。後でお礼するからさ、鉱石探し頼んじゃおうかな。潇洒的矿石是不是？潇洒的雷格利亚，将粉红碎片交给习德尼。哎、欸，我已经有粉红碎片了，是不是？ありがとう。王子、ハンターでやっていけそうだね。これは塗料。あっちは生成雷ですか。デスタルも連絡しないと。さあ、今日は徹夜かな。マジか。何台か納車を待ってもらってるからね。じゃあ王子、これが俺ステッカーレガリアに貼れるよ。早速試してみる。有贴纸嘞、欸、赛车条纹初级色票。哦，这个经验还蛮多的、哦、我们就在这边赚经验呢、欸、ちょっといい。あ、やっとお使いか。我们一直都在跑腿。一生それ言われそうだね。でもそうなんだよ。探し物なんだけど。いいよ。うち喜んで引き受けるやついるし。我真的都四处跑腿耶。史上最最矫健的男主角是不是？怎么身上有一大堆？哎、欸，对不起，刚好我就在路边停车抓拿到的没。美丽的雷格利亚，前往指定的地方。いいところに来たね。面白いのができたんだよ。后面的人是怎么跑出来的？保养。制定，我们可以改一下它的外观呢、欸。贴纸还可以贴全身呢、欸。好屁哟、哦，八加九。是否放祭祀？また来てね。真的好八加九。どう？頑張ってる？保养一下。今日のご注文は？还可以零件呢。強化したいパーツはどれかな？我要加一个空力蜡。要多少钱？后车身，今できるのはこれかな。还可以贴贴纸，哇！否，我不要贴贴纸。否，是赛车贴纸。否，我都不想贴。那个车明明本身就很好看啦、啊，应该不需要再贴了吧？好了，我不应该有坚持的。糖果绿，我把它改成暗红色宝石好了。暗红色宝石，
哎、欸，我竟然有哎、欸！原来这就是改车身的。次はインテリアカラーを選んでね。我把轮圈也改一改好了。オイルカラーはどうする？这个轮圈改成这样，新车啦，新车上路了啦，确定啦。これでいい？あとは私に任せといて。哇哦。注文通りに仕上がったよ。而且我们还加装空力蜡了。新车哎、欸，哎、欸，我们开新车了，重新考过了。我天哪！保存一下，重新考过了，是。我看一下我们要去做哪一个任务好不好？现在任务多到已经不知道怎么选择了。你看，你看，已经好远哦！我只能一项一项处理，是不是？我在想说，要不要先把前面这几个先接过的就先处理掉，有没有？一个一个处理，看到都觉得累。不找爷爷改武器吗？啊，东西没有啊，没有东西啊，不能改，要收集这个。他也没有说要去哪里收集，可能在哪里都可以吧。十五级欸，我们应该还是挑等级吧。走了，去拍照片啦，拍照片最简单了。拍照片最简单的，还是可以瞬间移动的，去瞬间移动，这样好像会比较快齁，对不对？你看这个要开九分钟欸，光开车就要九分钟，谁受得了啊？先去这个瞬间移动，应该可以。就算全部把支线任务都玩完，应该也没有这么久吧？应该一百个小时。还是有机会，不过你不玩支线，你等级就不高啊。等级不高，你打那些主线的时候，你就会打得很吃力啊。真两难啊，又想快点推主线，我的想法就是我好想快点推主线，我好想知道主线剧情。可是你不打支线就没有办法，就等级就不够，就不能推主线。哎，练等优先，先选等级高的哦，等级高的不好过哦。この辺歩いてみんの？大自然ってのは気分が上がるな。寻找识别牌优先呢、啊？草地的思念，这里。这里有人欸，不讲话，100公尺而已，好近哦。哇，剩70哦，剩50了。等一下，会不会要打那些牛啊？啊，要打了。注意点，草地的思念来了，10等级的。先打死一只再说，集中攻击一只，没错，集中攻击一只，暴风扫击，很好，又一只哦，
哎，我们真的有变得比较强了，在我们经过我们这努力的练功之下，玩这么久总是要变强的嘛。嘿，收集紧急食材。哎，莫名其妙就收集紧急食材就成功了。哎，接很多任务的好处就是这个，哎，就是莫名其妙就。这是人的鞋子吗？真惨哎，只剩鞋子而已。接很多任务的好处就在这里，就是你莫名其妙就把其他任务也解了，真的是莫名其妙。魔法，哎，现在没什么魔法哎。噔噔噔！不会啦，十五张。你看我现在已经几级哦？十五级，我现在几级？对啊，我现在几级？十八级啦！我现在已经十八级了、欸，玩两天二十级，一天升十级，一天升十级。看一下自动驾驶。去一分钟后，四分钟，这个已经收集紧急食材，我已经收集完了、欸。哎、欸，这个要去哪里？这个要到这里，我们自己开车啊？否，自己开啦，一分钟而已，自己开过去就好了，还可以听一下音乐。十天可以九十九级，可是支线没解完，没解完就算了。支线到最后啦，那个支线会比主线还难啊，这是我记得 FF 都是这样子啊，支线会比主线还难。我听这个音乐好怀念起 FF13 的日子，那时候我在玩 FF13 的日子。哎，这里可以停车耶，这我有停过吗？気分転換にはなるな。哎，这里我好像停过了齁。那就没有必要停在这喽，浪费时间，浪费时间。準備はできているか？有啊，我有未婚妻，不没有，不是没有女朋友，连未婚妻都有了，好不好？想当年 FF3 哪有这么多支线？对啊，以前都不搞支线的。其实以前的 RPG 游戏大概十几个小时就可以过关了。其实我觉得这种小品 RPG 也没有不好啊，玩起来也轻松写意啊。而且那种几乎就是每年就可以出一款了。这种大作就真的是大作没。来啦，我来拿牌子给你。よかった。見つけてきてくれたか。やっと家へ返してやれるよ。给你，给你，给我经验。八百哎，两千呢？哎呦，搞得我现在很想去那个、哦，很想住高级一点的房子。哎，为什么选单又出不来了？我现在好想住高级一点的房子哦。
收集紧急食材，我已经收集到了、啊。我不是收集到了吗？看一下要去哪里啊？对对对，拿给他就对了。这样子，哎、欸，2000，我开车回去，瞬间给他。现在14点，2点，这个是的，2点。如果晚上7点太阳下山，我还有一点时间呢、欸，还有5小时，睡好一点，对。我想睡好一点，那就要睡汽车旅馆了。睡最好的就是花10000块睡那个、啊，睡豪华豪华旅社，1.5倍也不错啦。要省钱呐、啊，睡汽车旅馆可以接受吧？可是要刚好到汽车旅馆也不容易耶、欸。你这读取有点久哦。为了要冲经验，ここ車用品が多くて好きなんだ。啊，お前機械に強いもんな。哎、欸，对吼，去找妹妹那一家，那家旅馆要多少钱？妹妹那家旅馆要多少钱？那家旅馆好像不错哎、欸，没看过哎、欸，是。助かった。これで品切れせずに済む。不用担心，我帮你带来了。ガキの頃、食い物をよこせと包丁を振り回したことはあるが、俺は臆病でな。シドさんに拾われてからは、刃物は料理にしか使ってない。さあ、こいつをやる。仕入れた。他要等我货了。料理して食え。哎呦，3000嘞！1.5倍就是4500哎、欸！杀人茄，怎么这么名字这么杀啊？还有任务吗？还有，好，来啊！業者が仕入れを邪魔されてな。买不到豆子。豆が入ってこねえんだ。あ、豆か。キロイコ。まあ、じっくり煮ればうまい。味付け次第だ。とりあえず。在庫がなくて困ってる。男主角不喜欢吃蔬菜啊。大家都爱的豆子，打倒妨碍运送的野兽。大家都爱。看一下，还有哪一个任务可以快速解决的？还有哪一个任务可以快速解决的？16点了，下午4点了，还剩3小时啊！浮かねえ顔だな、王子。豆相手じゃ気分が乗らないんだろう。看一下能去哪里好不好？从地图上选择，哎，从任务挑选啊。这个都在这哦。哎哎哎！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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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在旁边而已。阿巴七哦，将天上珠宝交给习德，就绕一圈，在这边停车哦。感觉很白痴哎、欸，感觉很白痴哎、欸。这个，哦，这些都有点远呢。对啊，都开成这样哎。
我从地图上选择好了。我想到这里，据点，执行是10块钱 Holy 啦。好吧唧哦，超吧唧的。那些东西没有标记，那个不知道怎么拿。要收集那些东西，可能要买，要用其他方法，要去找，才可以改造。如果还有时间的话，我们应该要再去做一点任务，对不对？他说这里这个城市的夜景很漂亮。读真的很久。换了新的 PS4 会读比较快吗？最近不是出了新的 PS4？ 我到了，欸，晚上了，瞬间移动不是不用时间的。近距离观赏这个任务，这些都好远哦！我看一下这些任务都多远，这些支线都不是盖的，哎，都超消痕。怎么了？叫我？夜のドライブは危険だ。また出直そう。下次再说吧。休息啊，好啊，休息休息。我本来只想看有多远的，我只是想确认这些任务而已。这个好像比较近哦。哦，没有，这个都好远哦。最近的不会是这个吧？像武器店展练狩猎的技术，这个最近欸。好啦，先睡觉了。时间小偷。这里的夜景真的有很漂亮吗？刚刚有确认是什么东西？确认什么？先去住宿吧。噔噔噔噔。欸，如果他住宿很贵的话，我们也不能在这住宿啊。希望是免费住宿，有没有？欸，这个有东西欸。阅读。创新记解说誓约，记载着旧历约2000年前，神巫执行了誓约。哇哦！我常常看到一些确认的符号。啊，嫌な感じ。来睡觉。いらっしゃい。お泊まりになりますか？300块，好了，住了。这里住在车屋1.2倍，30块；住在饭店1.5倍，300块；住豪华套房2倍，10000块。
噔噔噔噔，哎，我们在开趴，在打扑克牌，哎，在玩抽乌龟哦，谁会赢？哎，我赢了，他输了，蓝斯输，哎，不是蓝斯，那个普特输了，普罗恩输了，20级哦，看一下今天拍的照片。这张还好，跟我的新车照相有没有？他怎么没有照那个啊？照席德尼叉车的照片，那就拍这一张喽。席德尼照片清单看一下，看一下从以前到现在的照片，28张。张张精选，好不好？张张精选，他竟然不能直接这个切换。哦，这张眼镜掉下来的时候真经典。我觉得这张拍的好有诗意哦。好了，不看了啦，以后再看。住完了，20级哦，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应该可以去打这个19级的任务哦。你知不知道线上游戏啊，就是那种你19级可以来打这个任务，不代表你19级打得赢哦。有没有讲得很直接？有没有？你19级可以打这个任务啊，没问题啊。可是你打不打赢是另外一回事啊。哎呀，おはよう。不要啦，休息了啦，今天就到这边了啦，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继续哦、喔。万能药太爽了，明天我们再继续哦、喔，我们明天再见，拜拜喽。